中国我所采取方。安乐椅，这是一把安乐椅，有着很古朴典雅的造型，扶手已经发白掉色，四只脚上安有移动的青铜小轮，至少有四五十年的历史，当初是何等的喜爱珍贵，如今被弃置在二手店里，看上去噩梦黄昏，孤独无依，一眼便知它的主人去了哪里。每当看到这类有时光的旧物，在我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去的感伤悲悯，无论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亦或返乡而行，总有一天我也将撒手成寰，生前所珍视的一切也不知会弃置在哪个蒙满灰尘的角落。在某个可靠的年份里，我曾坐在安乐椅上阅读思考，与这亲爱的人在一起。